我其实我可能是看韩剧看多了，你知道吗？我其实挺喜欢韩国人的，我觉得他们特别温柔，男的也特别温柔。다애기들이있기때문에오늘따라애기가다있네일요일이야일요일你好啊，请坐，请坐。我们想要两份。两份。两份吧。자두개두개你这个韩国是什么？韩国是什么？是吗？大酱汤。大酱汤是这吃叫吗？石锅拌饭。石锅拌饭。烤肉啊。还有秋刀鱼。秋刀炒年糕。炒年糕。泡菜。烤肉啊。还有韩国人参。로고로고우리가한번쓰고나서쟁반한번씩한거죠네면나왔습니다오주시그러니까오와와와와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这个我没吃过给先给他们吃吧好坏嘞！你吃那个快快快，先吃。这就跟咱们在到了韩国玩，看到有在拍照的，不是？这主厨挺帅的，是徐总，品味比较特别。你看哪？你看哪个主厨？就那个可以绑着白头巾的那个，像彭于晏那样。有点不像。那我给他翻译完之后给他看看。就老的不是。最帅那个肯定是厨师。别咬！别咬！怎么穿男人女人还挺会穿衣服十几个不在话下是吧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韩国代购呢是吧给他们就是不错嘛对你看他们今天一过来你就一看就是韩国人就能看出来 对不管长成跟那个画虾你再下来吊起来啊你咱们筷子拿出来啊我觉得挺好吃的什么不过我觉得海鲜味道还是有的啊，我觉得算好吃，而且我觉得好好吃。嗯，味道不要。那能不能把这个坐一坐，家里坐？哇！啊，打个星吧。好好吃，好好吃哦。就他们这个炒的时候，应该还是怎么打呢？用那个大蒜，啊，就爆炒。